cars, that cars. Thank you.
呀，下午干蘑菇。Yeah.
这歌那个十几年可能没演。做顺序必须得按照顺序，
谢谢你们。这歌估计你们都没听过。混凝土音乐节让我们演这个出，其实意义特别，对我们来说特别特殊吧。然后那个也谢谢你们十年，然后一直，然后喜欢我们的音乐。然后其实我们好多朋友都是，就是我们开始玩乐队，跟他们一起成长。然后现在好多朋友也都自己，其实自己的事情，喜欢的做的事情也都做得特别棒。然后我希望，就是我们能再接着往下，在一块儿享受音乐。谢谢你们。
干粮。